哈喽大家好，我是波提，今天雷吉老师众所期盼的 S11 两大上分神阵，好，第一个来推荐的阵容就是六决斗，搜索英雄有亚素、基亚娜、弗利贝尔、李星、崔斯坦娜、戴安娜、悟空以及伊瑞利亚，基本是六决斗、二天界、二贤者、二龙帝，崔斯坦娜可以去出的是俄语、无尽巨杀、分裂剑、正义使人等等的物攻装备，这种装置可以去选的是决斗转、龙帝转、决斗加赛，最佳选择弟弟宝藏、邪恶钥匙、至于灵球、联合防御、理想主义、珠光灵化以及无剑。那么第二个来介绍就是日天爱心，爱心可以去出的就是鬼手和如镜、巨杀、分裂剑、科枪等等的一些物攻装备。啊，这副装置的选择，你就可以带青花瓷转啊，或者说沸点。比较通用的则有潘多拉道具啊、蜈蚣、批量、矿道测试、助攻碑文、双重空投物资、致命豆丁以及圣光重构。玩之胜的先决条件就是你前期的物攻装饰比较多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你连胜开局，然后保血过度能够上八等去抽牌的一个状况，都是能够去玩这套阵容。